坚持实体经济为本，制造业当家，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加快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，培育壮大关键软件、工业互联网、区块链等产业，势必将成为我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新动能、新优势。发展数字经济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，其中加快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案例，加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产业支撑，聚焦制造业关键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数字化转型，均可助力实现我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。互联网行业发展到今天，利用技术能力与创新思维，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，积极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，助力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，协助数字化城市治理项目落地。二是聚焦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，在大数据、云、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等方面进行长期持续投入，同时在基础科学领域加大投入，在全省乃至全国提供科技发展原动力的支持。三是积极融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为提升乡村基层治理能力提供科技支撑，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方法路径，加快把我省县镇村发展的短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板。在坚定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提振信心的总基调下，腾讯将一如既往扎根广东，服务广东。我们有充足的信心，广东省今年的经济发展必定会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与助推器。下载 N 视频 APP，N 种方式打开世界。